Hello， 欢迎回到自告收藏。今天我们要来介绍六月份即将到货的玩具新品资讯，还有我们惯例的抽奖活动。这次有《咒术回战》Messi Mate 两面素挪、Vibration Star 卡卡西、Ref Grey 系列红胶洞，只要订阅加留言就能参加抽奖。那么首先是海贼王系列商品 ，MH 限定 POP 萨波火拳继承，预计六月下旬到货，没意外在台湾可能七月才会看到影子。不过在此之前，还有即将到货的明哥跟乔麦假面 POP 可亚拉复刻限定版。随着革命军的戏份在未来越来越多，邪恶的万大也不忘再犯一波。Mighty Jets 半破系列、兽化版乔巴、超巨大尺寸的七寸公仔，比起前阵子分享过的七段变形，这件作品更是令我期待。UNG 系列尼可罗宾和之国造型二，此款分为了 AB 款。话说 B 款少了外衣的行销手法，真是让人难以理解。其余商品还有 DSF 艾斯与小玉、Magazine 梦的一枚、艾斯与萨博 Special、WCF WT 100纪念大海贼白井八。另外，随着一番赏的各种延期，这个月也有两套一番赏准备开抽，到底是要选择妹子还是帅气的反派呢？紧接着是七龙珠系列商品 ，Vigra Zero 七龙珠 Z 超级战、超级赛亚人孙悟空。你是说克林吗？继去年悲剧的雾吉塔之后，我决定豪赌一番。日版 Plex 七龙珠铜拔，经典的比克大魔王手下，最后反被火烤的可怜角色。HG 系列魔人普乌完全套组，虽然这套的比例不会太大，不过一次摆出来想必会很有气势。七龙珠超 Super Hero DSF 救急悟饭，边缘化已久的野比悟饭，终于可以在今年帅上一波了。其余商品还有七龙珠 Z G Materia 达尔、Clear Rise 系列黑悟空、走离 Edgeworks 惹出阵六武田克斯、SHF 七龙珠超超级英雄剧场版达尔。接下来是鬼灭之刃系列商品 Vigra Zero 英柱与随天元。面对近期也开放预购的兽物 RPG， Zero 的价格定位实在很香。 MH 限定居宴鬼灭之刃炭治郎与祢豆子兄妹套组，拥有优秀的涂装与动态感，不过高昂的售价实在让人难以下手。其余商品还有 GSC Power Parade 炼铸甘露寺蜜梨、鬼之庄六之行虎产、Sega 富冈义勇与随天元祝贺会议、鬼灭之刃 WCF 毛流六，以及延期到六月底的鬼杀之志一番赏。另外，我的英雄学院方面也即将发售极具动态感的兽物 RPG 系列红胶洞 Vert 2， 还有前阵子涨价的 SMSP 绿谷初九，也以版 Bristol Chronicle 之姿再次贩售。如果之前错过的朋友，这次可要好好把握。Age of Heroes 欧卢麦斗这次推出了双色版，也希望在涂装上能比前一款有所进步。USC 四分之一大比例爆豪圣戟，这次除了单价不低之外，动作张力上似乎没有太多的亮点。其余商品还有了 Amazing Heroes Volume 17切到休息时间 Collection Volume 1绿谷初九、Amazing 惊奇山口市、欧卢麦斗再版。而一番赏的部分也有 Next Generation 在六月中开抽，火影忍者疾风传 Vibration Star 日向出天。如果我印象中没错的话，是不是火影在这系列首次出现妹子呢？另外还有 SHF 火影忍者名作 CP 组合可以选购，加上六月的一番赏也是来势汹汹，想必各位火影迷们一定都跃跃欲试了吧。关于我转身变成史莱姆之党是 Otherworlder Volume 14智慧之王与魔王利姆路，这百变的造型堪称新一代萌王，而可爱的蜜利姆也有 GSC Fate 系列以及 Freeing 裸腿兔女郎版本准备发售。 Sega 86不存在的战区 Handala One 雷娜，看到这官图的表现似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Bridge 死神黑崎一护二版 Bristol 再次挑战一护的面向，通灵王麻仓叶 Volume 2吸睛的特效件配上有点生硬的双眼，也是令我非常挣扎。 Sega 咒术回战五条悟坐姿公仔，总觉得异常的还原我大五条老师的印象。 USC Power Parade 灰夜姬想让人告白，藤原千花看完了前阵子 RIP 的片尾版本，又再一次被书记圈粉。 MH 限定闪电霹雳车布里德加贺，没想到在封建之前加贺会先被立体化。Vigra Zero 超级战超能力霸王迪卡复合形态，童年的经典回忆，而且这地台设计看起来真的非常厉害。数码宝贝大冒险牙骨兽40公分的巨大尺寸，双手没意外的话也有简单的可动度。
Precious GEN 数码宝贝大冒险02机甲龙兽，光看背后的翅膀就为自己的空间冒了一身冷汗。 GEN Bleach 死神中本乱局破面篇，唯有大姐才能一出再出，真心期待。还有尼禄 2.0 UCI 游戏人生西漏雨初濑一刚，话说第二季难道是有生之年了吗？夏洛特修女西园冬雪原创角色，肉感超赞不解释。伊斯托利姆瑞从零开始异世界生活，雷姆拉姆艾米莉亚，让我们的钱钱也在这五光十色的霓虹都市消失吧。最后还有 GSC Power Parade 出包王女鼓手川唯，以及阿鲁达也再版了拉拉泳装。那么这次六月份的新品介绍就到这里，希望大家能找到理想的玩具。最后也别忘了留言加订阅还有抽奖哦。另外 Tamashii Power Spa 限定快闪展示首次前进高雄，即将在6月2号到12号于高雄异想天地4楼中庭广场火热开展，而且会场也有罗霸魂双款限定品可以抢购，还有展出最新的海贼王、火影忍者、咒术回战、鬼灭之刃、七龙珠、超合金魂等系列玩具。以及想看最新人气式作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 Tamashii Power Spa in 高雄。